文：袁鹏程部分图片，视频来源于网络相遇，景美好山盟海誓，打破时空，携手相伴多少个日夜相思，万缕愁别离多少次重逢含泪，分别带归期相互守望着未来。有一种相爱叫军恋，有一种婚姻叫军婚，请先欣赏一段军人的浪漫爱情视频。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没有那花前月下心。少良辰美景的长久缠绵，没有那繁华落幕下，挽手并肩点缀美好的久久陪伴军人的爱情，注定缺少风花雪月的美好世界，也少有温馨浪漫的烛光聚会，人群中的邂逅，也许是一个微笑，一个回眸，一个转身，把两个人聚在了一块，把两颗心连到了一起。他走进你心，肩满身散发着军人的帅气、阳刚、洒脱、豪情，你占据了他心房，成为他爱慕追求的女神。爱情路有千万种，唯独军恋很难懂。相识、相知、相守，话到嘴边难开口，情到深处难相守。视频加电话粥，是军人恋爱路上必走的路，距离产生美美的是那个每天一收到你信息，心中霎时能量充满，奋力拼搏在训练场的身影，也是那个一收到你的回息瞬间满心欢喜的姑娘。往后余生都是你，相约携手到白头，你已身许国血大爱，他卸妆心勤守，小家都说军嫂不容易，不易的是在军人背后默默撑起小家的艰辛与付出，不易的是在爱的忠诚面前不抱怨不言苦。军功章里有他的一半，也有他的一半，这是一位军嫂高原探亲来队第一时间部队医院为他体检建立健康档案，这是一个双军人家庭站在戒备前亲吻戒被许下永守边关的丁征誓言，这是一位军嫂在边防探亲时军人丈夫的宠爱，这是一位军嫂去边防探亲因暴雪封路无法抵达后在雪地写上的我们爱你，这是一名胸前挂满军功章的军人正跪在坟前悼念难产死去的妻子，这是一个新婚家庭春节期间各自奔波忙碌，丈夫在春运车站执勤与身为列车员的妻子在站台偶遇爱情，是两个人的坚守，身穿迷彩手握钢枪守护边关保卫祖国捍卫疆土，这是军人的使命，右手敬礼左手牵绊着你一辈子直到白头，这是军人的爱情，这是一名军嫂跨越5000公里的边关探亲视频，这是陆军双军人的恋爱故事，这是海军双军人的恋爱故事，这是空军一家三口是军人的故事，这是火箭军双军人家庭的故事，这是武警双军人家庭的恋爱故事，这是一个双军人家庭的视频电话场景，还有这些朴素的军人家庭和以照浅喜似苍狗深爱如长风海，有舟可渡山有路行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这就是军人的爱情故事。主编李根平，编辑乔辉、左海亮、张曙光、吴荣新、刘德川，7/1964。